这些大鱼拿回家做鱼干吃了。Hello， 大家，我是阿文，今天又来帮我大舅舅家里大田放水抓鱼，就在前面这一排小梯田呢。去年捞了30多斤，看今年能不能超越去年呢？这个那么多的，这个也是从这把我自己找的。洗一下很多泥巴。一块小田捞了3条这么大的，下面那块大田应该有大货。这个鱼拿到那个小河里面去，水源那边去了。我大舅舅也很会养大花鱼，每年都要捞很多。直接捅个洞就可以了，鱼全部躲在这个水源这边。这条还可以，1斤。很多泥鳅啊。有哦，这块田抓了5条哦，把它全部丢在这个小一个小井里面。这里只上去只有2亩田了。这个小田就找了一条这么小的，小鱼苗有几条。这是今年的小鱼苗，这条也有7-8两。今天那个水，那个水捞的，本来反正还得要准备这个。放下去手指那么大的鱼，捞起来这么大算可以。
这块天捞了可能差不多两斤鱼。跑下去一条，连海虾都在那，全部抓完了，去看一下收获。这个鱼全部放在这里，30多斤鱼还是有。这些大鱼拿回家做鱼干吃了。抓了一桶都还有这么多，这里一大桶，那里还有半篮子，小鱼估计大概7-8斤了，应该将近有40来斤鱼，比去年还会多一点了。这些太小了，放到前面那个小鱼塘里面去了，有的明年继续养又是大鱼了。这条最大应该有1斤7-8斤，将近2斤，这么肥。回家吃午饭了，撤了。今天都算了，好不好？还要长到毛子。这一篮子30斤，30斤鱼全部用来做鱼干。这么一大碗的，我妈这些鱼全部用来做鱼干。